大家好，我叫倩倩，今天是来跟我的男朋友，然后还有我的室友告白的。他们两个应该是互相喜欢的，然后是因为有了我的介入在里面，然后才没有办法在一起。然后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退出，就希望能够成全他们。不，你退出？你参与过吗？参与过啊，我都说了是我的男朋友。来把这事儿跟我们说一下。我室友叫小雨，我男朋友叫博贤。我跟博贤在一起没多久以后吧，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嗯，我跟他一起去逛街，我就看上一条裙子，结果他跟我说那裙子不适合我，就适合小雨，问我要不要买回去送给小雨。说小雨穿上肯定特好看。我是因为小雨才认识他的，所以我也就没有多想，那衣服我也买了。然后我们俩有一次去吃火锅，他也跟我说那店是小雨以前说过很好吃，结果我平常跟他说哪哪哪好吃他可从来不记得。所以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我就打电话问他，我说你到底是不是喜欢小雨。然后呢？他虽然没有承认，但我觉得他还是喜欢小雨的。你会问干嘛不直接问小雨呢？我问了啊，小雨也是跟我说没有。而且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没多久，他就说他要搬出去住了。我后来约他出来的时候，他就不怎么出来了。以前我俩是天天黏在一起那种。我后来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以后，我就觉得他们俩应该是有一些什么。那你今天到这儿来，真想撮合他们俩，还是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其实都有吧。如果他们俩真的是互相喜欢的，那我真的是真心希望他们俩能够在一起。成人之美的心固然大家都有，如果是我，我也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但如果他们俩要是真的有感情的话，我倒觉得这个男生挺恶心。如果他们俩之间真的背着你有点什么的话，说难听点，这两人之间干的事儿全瞒着你，你还撮合他们干什么呢？这完全有悖道德呀。因为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相互喜欢，有好感，有好感、啊、而且应该是在我表白之前，然后他们俩有好感，就因为这样我才更会愧疚，就觉得也许是我破坏了他们。其实世界上80%的事儿都不是坏人办的，而是好人好心办坏事儿，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仨就是应该挑开天窗说亮话，自己就选择自己最爱的就完事儿了，别这么绕。其实我觉得你的男朋友和你的室友压根儿就没有什么，他们就是纯洁的这个男女朋友关系，就是朋友。你别忘了，你跟你男朋友在一起还是你的室友介绍的，他不可能是说是你扩大了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，你懂吗？如果发现他真是一个会和女孩子搞暧昧的这种男生，我们宁愿这种男生不要。那如果他的男朋友和室友之间是没有这层暧昧的，他们就是很单纯的男女朋友关系，你现在站出来就然后进行这样的一种表白之后，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更加的尴尬吗？不尴尬，我觉得如果真是没有的话正好澄清，不尴尬，不要这么那个。首先第一，你不信任你的男朋友，第二，你不信任你最好的朋友，而且你的男朋友还是你的室友帮你去介绍的。其实我觉得恋爱中的两个人都是很敏感的，他爱不爱你，他喜不喜欢你，他有没有真心的跟你在一块，其实你是能感觉得到的。如果真的按你所说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男人做的事情确实挺恶心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人都不够爱，否则不会出现妥协。其实还有一些事情，当时我会跟我男朋友在一起，其实不是我表白的。不是你表白的？谁表白的？是当时有一次，我不是老让他帮我约他吗？有一次约完，然后小雨就先走了，然后我男朋友他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开心，然后但他问我，他说你是不是喜欢我？那我确实喜欢人家嘛，我就承认了。然后后来他说那我们就在一起吧。当时那个状态，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特别像赌气的那种感觉。